要一个烤茄子，一个茄子，蒜蓉的，然后一个那个韭菜，一个韭菜，对，然后六个羊肉串，六个羊肉，三个五花肉，三个五花肉，然后再来一个烤青椒，烤青椒，还有鸡脚，还有两只那个虎皮鸡爪，两瓶啤酒。还喝昨天的酒吧？对啊，你还记得我们喝什么呀？对，好，先这样好不好？那我们就坐外头了。老板娘，谢谢。付钱啊！哎，付钱，付钱。八十二。八十二，我怎么弄？这反过来。没人调吧？八十二，这样就可以了吗？我知道了，对不对？这样好了。那个没有，刚刚没少喝。有扫到吗？我不知道。他说必须更新完整资料才可以使用。看看，居然不能付。那你刷我的。我的居然不能付钱，换老婆的。可以吗？你的可以，日北天理嘛，总算有人可以付。我们今天把所有现金都存到银行里面去了，不能付就完蛋了。好嘞，谢谢，吃饭。老板，我们啤酒要冰一点了哈，谢喽，走外头。哇，这么豪迈的侠女的哈，就像回北京的感觉，很像我们谈恋爱的时候。那时候一串一块，对，现在一串四块。这个两瓶才六块，便宜。要不十一点多坐在路边吃肉喝酒的感觉如何？开心，爽快，又是开心的一天。不知道为什么到了大陆来就觉得这个烤羊肉串特别香，麻肉也很香啊！来变来看看这个，台湾真的很少看到这个蒜蓉烤茄子，就我们刚刚点的那一根。超香的，它这个皮呀、啊，烤的就不吃了，咱们就吃这肉，把它这样挑起来，糊糊的，对，又香，烫嘴，我那蒜味超香，蒜味加上奶油的味道，我整个把茄子烧得烂烂的。超好吃，有不软糯的，我没有闻到那个蒜蓉香味。有蒜蓉的味道很香。以前我吃啊，都喜欢这样整条捞起来。这也是我们的茄子、韭菜。你看，还有这个，台湾也很少看到，这烤韭菜。好长、哦、韭菜用烤的，这好吃哎！他把韭菜的味道保留着，脆度保留着，他就是把它上面刷上了一些烤肉酱的味道。好吃。我最早吃这个啊，是在海南岛，那时候是整条的，吃起来咬不断，这个切成一段一段好吃。老婆，喝一杯。老婆还记不记得这什么时候这种喝法？我们在北京都这样喝。那时候还没结婚，二十多年呢。这玩意好吃。鸡爪如何？辣辣的，因为它那个皮啊，炸的那个泡泡的，口感蛮好，而且很肥。鸡爪很大只哎，蛮好吃的。鸡脚其实味道不重，可是吃了会辣，蛮辣的，蛮辣，嗯，没有特别咸，香香可是很辣，嗯，这是吃冷菜，我老婆最喜欢吃鸡脚，我最爱啃鸡脚，看我点的烤青椒，可这青椒跟台湾的不一样，台湾青椒完全不辣，这青椒会辣。这一份十块钱，四十块人民币。上面条要辣，下面青椒也辣。
真的是配啤酒，这好吃啊！哎呦，各位看这，麻辣豆角毛蛋，麻辣鸡肉，鸡肉，来这，麻辣酱油，看这个茄子啊，很短路，但是很辣。会吧，很香，很好吃哦。茄子很少这样吃哦，超软，而且要这种大茄子啊，肉才够多。老婆，你吃吃看这辣椒，烤青椒，这青椒的味道有吗？很香，可是很辣哎，蛮辣。来，老婆居然又立刻去夹第二个。辣，跟你讲，它是辣椒味吗？赶快喝啤酒。十二点多了，该回家了。吃饱喝足，非常开心。今天啊，真的特别高兴。这是我们两个到郑州来了之后啊，喝得最开心的一天。坐在路边，虽然有点凉风，喝得有点醉了。大家看一下，这三瓶都是我一个人喝的，还不错吧？好，老婆，我们今天吃了一共五个菜，我觉得最好吃的两个是这个，这是什么？这个是青椒，烤青椒，它那个青椒是羊角椒，有点辣，但真的很好吃。一吃进去，先有个那个调料的辣味，再吃是甜味，再吃那个辣椒的辣味就跑出来。哇塞，一个整盘没有吃光，再来，我觉得这个好吃。这是什么？尸骨无存呐、啊，这个是烤韭菜，烤韭菜。超好吃的，稀里糊涂两下，我这个天生喜欢吃韭菜，我们家自己种韭菜，自己切着吃，煮煮面条加两下，这真好吃。糟糕，讲话有点大舌头。老婆，你觉得哪个好吃？我觉得这是最好吃。这是啥子玩意儿？那个烤茄子，很好吃哈、哦。好吃。一共十二块而已。还有呢，第二个，这是什么？羊肉串。羊肉串。对。大家别看我老婆也是酒国英豪，她也喝了三瓶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买一送一。如果坐在路边呢、啊，我觉得真的就是开开心心，看尽人生百态。为什么要吃大饭店呢？坐在这里，不是比大饭店好吃多了吗？我觉得坐在路边晚上吃吃烧烤，就是我觉得最开心的事。好嘞，咱们准备打道回府了。今天晚上要退房，所有的行程全部搞定，明天要回老家探亲去，看看我年迈90多岁的姑姑，还有我的四叔。长兴漫谈，咱们下回见，拜拜。